听说有小伙伴们一次性给大南哥寄了四个快递，我的天，大佬啊，这都会是什么东西呢？军官神，我是你南，欢迎来到开箱男孩的 vlog 呀。哎呀呀，哇，大南哥，你居然一次性收到了四个礼物呀？嗯，是啊，连我自己都吓一跳。看署名呢，好像是蓝莓小凯送的。哎呀，确认过眼神，蓝莓呢是有矿的人。这满满当当的都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好奇心呢已经按捺不住了，先开一个。哎，这是，呵呵，这是狗粮，还是单身狗的狗粮？哇，段段哥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小粉丝还真是贴心啊，这也太符合你现在的处境了吧？滚！哎呀，那还有两包。哎呀，不过呢，不要误会呢，其实呢，你们都是薯片了。哎呀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小朋友们，来，让我们干了这碗大狗粮。接下来是第二个，哎，是一包绿茶的茶叶。哇，这个好暖心啊，一定是觉得大南哥每天直播，让大南哥哥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吧。哎呀，这个是真的有心啊，谢谢蓝莓啊。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箱子，又是棒棒糖。我天哪，你们不知道吃糖容易变胖吗？没事，大南哥，你已经很胖了。还有两盒口香糖，都是糖就对了。最后的重头戏来呢，这个大箱子会是什么呢？哇，泡面，还有火腿肠。滚！哎呀，这么奢侈的吗？吃泡面送火腿肠，哎呀，泡面至尊套餐呀！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我喜欢。哎呀，感觉以后晚餐有着落呢，还有好多薯片呀。哎呀，完了，真的完了，我感觉我真的又要变胖了。但是呢，不吃吧又对不起小可爱们的心意，所以呢，哎呀，那就估计不是从命了。哎呀，再次谢谢蓝莓呢，也祝大家七夕快乐，我先去吃狗粮了，拜拜。